世了。那么恐怖黑呀，还能带这个能带呢，表示转折啊。我得学习，但是怎么样呢？藏米特儿古马拉斯哟，藏米特儿大，表示呢啊睡着了。藏米特儿古马拉斯哟啊，我睡着了。我睡着这个事情呢，是我不想做的，对不对？我想的是什么呢？恐怖黑呀，还能带。但是呢，睡着这个事情呢，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我们看第三个，恐怖啊，大家才给无忧的说过嘛的时候啊，恐怖啊，大家啊，学习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呢？才给啊，在书上面怎么样呢？无忧的说大，无忧的说大什么意思啊？把这个牛奶呢倒在啊，倾倒在这个书上面了。那么这个在书上面倒的这个牛奶呢，不是我专门倒的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事情呢，最终发生了，所以说加这个哭。马尔达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哭马尔达，在动词的后面呢，表示这个最终发生的这个意思啊，经常考到的。那么我们来做练习，用哭马尔达完成句子。第一个呢，卡怎么说？그회사에취직했어요？그회사에취직했어요？那么你在这个公司就职了吗？아니요，면접시험에서啊，不是我在这个面试的这个时候呢。就怎么样，就掉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最终在面试的时候就掉了啊。명접是面试的意思，对吧？那么呢，떨어지다是掉的意思。那么呢，떨어지다加구마르다，对吧？떨어지고过去式呢，말았어요。떨어지고말았어요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啊卡怎么说？어제본영화가어땠어요？我在본영화가어땠어요？昨天你看的这个电影怎么样了呢？너무무서워서，너무무서워서，무섭다，恐怖啊，加어서表示原因的，因为呢太恐怖了，所以呢我最终呢哭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哭呢，并不是我想要哭的，而是呢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啊，这个事情终究发生了，所以呢울다加这个哭마르다，울고말았어요。너무무서워서울고말았어요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哭马尔代的用法。那么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个句型是什么呢？动词和形容词加这个 길래 啊 길래，那么这个是在口语里面用的，表示理由或者原因的啊，表示原因的。那么这个 길래 的这个形态也非常简单，有没有这个韵尾都没关系，直接加这个 길래 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看一下例句，第一个，사고 좋길래 여러 개 샀어요。사고 좋길래 여러 개 샀어요。啊，那么 싸다 便宜，좋다好。那么加这个 길래 啊，因为呢又便宜又好呢，所以呢我买了很多个。여러 是各种啊，各种各样，很多的意思。所以呢我买了几个。那么第二个呢，한국어를 잘하길래 번역을 부탁했어요。한국어를 잘하길래 번역을 부탁했어요。啊，那么这个表示原因的啊，한국어를 잘하다，因为韩语说得好，所以呢，我拜托他帮我翻译。번역 一定要背过翻译的意思啊，번역翻译一个汉字词啊，부탁했어요，拜托啊，拜托他翻译了。第三个呢，무슨말을했길래사장님이그렇게화를내세요？무슨말을했길래？那么前面是动，这个过去式也是可以的，加这个 길래 啊，你到底说了什么话呀？到底因为是什么话？那么这个社长呢，非常的什么生气了，화를 내다 表示什么呢？非常生气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动词形容词加 길래，在口语里面用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原因的、理由的一个句型。那么我们用这个 길래 来完成句子啊。第一个，날씨가춥다。날씨가춥다，天气冷。옷을많이입다，옷을많이입다，穿了很多的衣服啊。那么呢，因为天气很冷，所以呢，穿了很多的衣服啊。那怎么改呢？날씨가춥다，后面直接加这个길래。춥길래옷을많이입었어요啊，对吧？穿了很多的衣服。날씨가춥길래옷을많이입었어요。看第二个，은행문을닫다，은행是银行啊，문을닫다关门。그냥집으로돌아오다，그냥啊就是那样的啊，什么也不做的，집으로돌아오다回家了。那么呢，
因为这个银行的门关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回家了，对吧？表示原因的。那么动词是这个닫，在这个닫后面呢加这个 길래 就可以了。내 문을 닫길래 그냥 집으로 돌아왔어요. 돌아왔어요. 那我们看第三个，길이 복잡하다. 길이 복잡하다. 街道非常的复杂啊，什么是街道非常复杂？非常的拥挤啊，交通很这个智障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呢，길이복잡하다，지하철을타다啊，乘坐了地铁。那么呢，因为交通非常的复杂，所以呢，乘坐了地铁。那么，길이복잡하길래，지하철을탔어요，对吧？길이복잡하길래지하철을탔어요。这个就是 길래 表示原因的一个用法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动词和形容词呢，加 기만 하다 啊，加 기만 하다，那么可以表示什么呢？